积雪怎么说？积雪，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菜？你会不会觉得哎，你表现出来的非常的菜，很捞，你连白银都打不过，你可能只有青铜。那你看，我现在在超神给你看啊。だけど離れろだ。滴滴滴滴，下雪是什么意思啊？いつもドロミカアチモ。请问这个是二次元吗？最後怎么说？学一下这首歌，说一首二次马。感谢抱着老马坐飞机的大飞机，谢谢。谁能解释一下二次元是什么意思？谁能解释一下？我一直不懂什么叫二次元，为什么它叫二次元，不叫一次元，不叫三次元，是吧？如果你说二次元它就是可爱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名词很奇怪，新出来的啊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说法。感谢银油大师君的钻粉，钻粉飞机，谢谢。二次元谁能解释一下？哦，二维空，哦，这个说我就懂了，哦，明白了，纸片二维空间。那为什么叫次元？这个二我懂了，那么次元是什么意思？不懂就问啊，弹幕还是很有才的。次元是什么意思？二维空间平面的意思，对吧？就是哎，他那个，对，这个我懂。二维空间的什么呢？什么叫次元呢？维度空间。那二次元是什么意思吗？次元是什么吗？另外一个世界的意思。二维空间，次元就是维度空间的意思。哦，那就是二维的一个世界，这个里面它呈现出来的可能都是很多这种，是吧？动画呈现出来的。 OK， 明白。那么我们是几维？我们是三维。 OK， 明白。一次元一维空间它是一个点，二维空间它是一个面，是吧？三维空间它是什么？它加了一个这个高度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四维又是什么？三维是立体，那四维是什么？四维它就可能是一个相互交错的一个空间，是吧？加上一个时间轴，就变成了四维空间，相互交错的一个空间，它有时间。那五维空间又是什么？啊，五维空间又是十一维空间，去看一下《三体》。OK， 没看过，但是听过。嗯，今天口子讨得很成功。我上个厕所，你们谁来顶一下 ？OK， 谁来一走？同珠来吧，要不怎么说？啊，我给大家唱一个小某人。现在趁马老师不在。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，哎，这什么歌？很熟悉。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，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。加勒比海，近海
想炸我去，怎么说？好听。别误导他妈的水，因为这。很强。我最思念的某人，我最想见的某人，其实我并不否认，我迷恋你的眼神。红猪唱歌还是很牛的，专业的。参加过那个我们的歌友赛的，入选了。我最牵挂的某人，等待着你的转身，我们会冒雨狂奔，去大千世界微笑承认，一起看最美好的清晨。某人很像原唱。还是有点像原唱啊。感谢 CIICT 的 OK 搜飞机，感谢 PRN， 哇，很强啊，很强很强，我以为是原唱的，很强很强很强，牛的牛的。这歌跟轰轰学的，跟轰轰学的，好听啊，真的，是的，别 OK OK， 我，你就把我直接谢三一人一的，太专业了，我来一首张宇的歌啊，看看像不像原唱，我也来。播放一首，好好，还是这个吧。这个，有的时候急急忙忙，袜子会翻船；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算我太迷糊，还有点偷懒。不要计较，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？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偏偏隔壁坐的女生个个没入线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大女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OK， 赛上扎气了。哇，感谢珊珊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头皮发麻，无骨章鱼，无骨章鱼，无骨章鱼，好听吗？无骨章鱼发麻，老师，请叫我模仿鹅。无骨章鱼模仿鹅。OK。